大家好，我想分享一下上次呢，牧師呢為我們祈禱的時候呢，即有少少經歷啦。咁當牧師呢帶領我們唱首好喜樂的歌的時候呢，我望見牧師呢，我跟著呢開始笑喎，跟著我以為笑一陣間啫，點知即我覺得好像聖靈去進入我裏面呢，那種喜樂呢不停地湧流出來喎，好像活水江河，即停不到啊，不停地笑，不停地笑，是好喜樂地笑。當時我先生呢，佢都見到我呢是越笑越大聲，越笑越開心咁喎。咁咧其實咧都持續咗好幾分鐘，可能都成五分鐘到啦。咁但係之後咧，我唔知點解突然間咧一個憂傷咧係進入我裏邊，我就不停咁喊。但係咧其實就喊到都唔算太耐，我諗大概兩分鐘到啦。咁跟住就停咗啦。即係我相信咧神，即係其實我好耐冇咁喜樂咁樣去笑出嚟咯，即係好耐冇。即可能我入面有啲嘢咧，即神要處理啦。或者我神嘅靈充我嗰陣時候，我就不停咁好喜樂咁笑。即我相信神咧，即好希望我即開心心咁做人，即唔好成日即好似好不滿啦，即喜樂唔到咯。即我有時同佢講話，我都唔知啱，我喜樂唔到。我唔知道，但係神知道咯。神知道我入面嘅需要。可能知道我入面有啲傷痛啊，有啲唔好嘅嘢發生喺生命裏邊，我似上帝好想去處理，我似我一時又俾喜樂嘅靈去充滿我先，而跟住咧，跟住就不停咁喊喺裏邊咧，上帝有咗種醫治好奇妙嘅工作，係啦，咁當我喊完之後咧，我收聲。跟住開始個人平靜落嚟啦，個情緒冇咁激動啦。我開始覺得有個平安進入我裏邊咯。再之後咧，我屋企咧，去敬拜啦，去敬拜神嘅時候咧，神都俾啲詩歌我咯。尤其是有即係有神嘅同在嘅喜樂嘅詩歌咯。即係我當我唱呢讚美詩歌嘅時候咧，我開始又開心翻。係啦，即係冇以前咁不滿咯，係啊，好感謝神。好，感謝主。